我们一起问候师尊好，师母好，大家好。请大家起立，恭敬合掌，恭请圣尊生法王座。请师母、诸位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入座，讲师、助教、贵宾、同门善信、大德就座。依照雷藏师往常的惯例，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，请站起来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。我们先从龙边开始，要自我介绍的请站起来哦。师尊好，师母好，各位上师、法师、同门大家好，我叫茵茵，来自台湾法洲堂，然后感谢师尊加持，请大家多多照顾，谢谢，欢迎您。要自我介绍的请站起来哦。好，李健根本传承上师，师母，各位上师，阿弥陀佛。我们大一学会的，总共12+1了哈，因为有12个是从高雄，一个是从桃园。阿弥陀佛，我是连达，阿弥陀佛。欢迎你们。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？师尊师母好，我是莲花丽莹。我来自台湾，师尊师母好，我是莲花朱棣。师尊师母好，我来自台湾高雄大义，莲花曾耀文，谢谢。师尊师母好，我是来自台湾桃园，我跟大义一起来，谢谢师尊师母的照顾，谢谢。欢迎你们。师尊师母好，各位同门大家好，我是莲花丽兰，来自台湾大义，谢谢，欢迎您。师尊师母好，我是莲花嘉玲，来自台湾大义，欢迎您。师尊师母好，我是莲花于轩，来自台湾高雄大义，谢谢。师尊师母好，我是莲花瑞珠，谢谢。师尊师母好，我是莲花静芳，我来自高雄大义，谢谢。师尊师母好，我来自台湾大义协会，莲花金凤，好，谢谢。师尊师母好，上师，各位法师你们好，我是大义协会莲花雪花。师尊师母好，我来自台湾高雄大义学会，我是莲花台秋。师尊师母，各位上师大家好，我是莲花三林，我们是来自多伦多记忆雷藏寺，祝师尊生日快乐，欢迎你们。好，还有谁要自我介绍的？后面请将麦克风传到后面。师尊好，师母好，上师们好，教授师同门
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巴拿马的长虹梅藏寺的莲花展扬，很感恩师尊的加持能够来到这里，很高兴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您。龙边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？师尊师母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爱兰同修会的莲花梅香，感恩师尊师母的加持，我来到这个地方，谢谢。好，欢迎您。龙边还有吗？如果没有，请将麦克风传到虎边。师尊师母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莲花瑞莲，来自巴西，还有几位同门一起。巴西的。感恩师尊师母。好，欢迎你们。好，湖边还有要自我哦，夏威夷的。亲爱的师尊，亲爱的师母好，我是来自阳光充满的夏威夷 ，Aloha。Aloha， 就是我是莲花恩慈，谢谢。好，湖边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？顶礼根本双生三世师尊。师尊好，师母好，三师法师好，各位同门大家好， 我是莲花来花及莲花吉芳，我们是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北大同学会，我们祝师尊生日快乐，万寿无疆，快乐自在，也感恩师尊的大力加持我们，谢谢，欢迎你们。师尊好，师母好，各位上师啊、法师助教，各位同门大家晚上好、我是莲花姿婷，第一次来到这里，非常的高兴。刚才那一位呢，莲花梅香师姐是我的母亲，是我第一次和她到这个雷藏寺来，非常的高兴能够见到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欢迎你们。好，湖边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？请站起来哦，请站起来啊，后面将麦克风传到后面。我是中国大陆来的，我叫陈红香，是莲花红香，谢谢，欢迎您。好，请将麦克风传到哦，还有后面还有一位，后面还有一位。师尊师母好、大家好，我是、莲花师标、第一次来到西雅图，非常感恩师尊的加持，谢谢。来自哪里呀、啊？啊，新加坡。哦，欢迎您。Hi, 师尊好，师母好，我是来自纽约的张翰林，今天我要皈依的。好，恭喜你。好，将麦克风传到前面。前面。来，传到这边来，佛具部。师尊师母，各位上师，各位法师，各位教授师，各位同门大家好，我来自台湾，我叫乃凡，那祝师尊生日快乐。另外我要感谢师尊去年有来西雅图请示师尊我的工作因缘，那师尊有告诉我是适合上海，那我今年的话已经在上海工作了，谢谢师尊的加持、oh. 那也请师尊再加持我，就是今年九月的假可以排得过，然后让我能来护持，谢谢师尊。好，阿弥陀佛。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？好，没有。让我们也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师母莲香上师以及世界各地的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贵宾、同门善信大德来参加同修。